谢谢宝宝们给我，谢谢安阳哥哥，欢迎安阳哥哥，哇，今天好晚呀，安阳哥哥，今天怎么来那么晚呢？谢安阳哥的车票，谢谢。好累哦，宝宝们早点休息哦，主播要下播了。要下播了，身体不如一天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宝宝们，我要下播了，我们明天见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见哦，明天见，再来一波，还要来一波吗？来，再来一波就得加时了，就一个龙虾了，梦飞哥哥。一个龙虾加时间哟，渗透之，哎，你的颜色变了，时光恋人哥哥。
太累了，时间到了，该到了该下播的时候了，看来就要下播了，你今天来太迟了。